事的开始，我们都是孩子，最后的最后，渴望变成天使。我要的歌谣，走着童话的影子，孩子的孩子，将要飞往哪儿去？表示从一楼到四楼的距离原来只有三年，要是问位数据，知道阿姨很有福气。各种季风洋流都搞不懂，还有新事业，各种曾经狂热的海报照片，卖几块几毛钱。我们穿上西装假装正装，照片挥霍习惯了笑脸，背上一发寂寞唏嘘，总得出体验，毕业和成年的字眼，格外扣人心弦，各种莫名的感伤，只说一句嘻嘻一些。祝全天下的教师教师节快乐。